下面我们对小米2的视频性能进行极限测试。首先测试的是一款带有很多弹幕的动画软件。可以看到一进动画已经满屏都是弹幕。这对 CPU 的压力是非常大的。弹幕多的时候有轻微的卡顿。整体来说，小米2还是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。在测试完变态动画以后，我们再来进行一下正常的视频测试吧。首先是一款 1080p 的 MP4 文件，我们采用原生的视频播放器。可以看到小米2播放这个视频很流畅。在拖动方面也完全没有问题。你到底要做多久啊？我们要打烊了耶。我们再测试一下 1080p 的 MKV 文件。可以看到也是很流畅的。再来测试一个帧数比较高的视频吧，要采用 BS Player。可以看到硬解方面对这个视频来说可能压力比较大，我们切换到软解再测试一下。软解方面基本上可以保持30帧左右。我们再来进行一下最极端测试10bit 的视频吧。这对手机来说基本上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了。可以看到小米2软解这个视频帧数大概是15到16帧左右。